戏里的周美人是这样的，被教育影响到我妈了，被教育认真负责，跟我和我妈没关系，还是被教育你不要为这家负责。然而戏外是这样的，由于儿子在不停的吃，目光逐渐被儿子吸引。吃了快半个小时，还没吃完呢。你很他干嘛呀我 ？KO。抖音。